云服务本质是系算力服务，云服务商追逐 AI 算力商机。中电讯在内地云计算 IDC，即系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咧算力资源市场占据市场领先的份额。 国际数据公司 IDC 嘅数据显示截至旧年年底，中电信嘅天翼云喺公有云 IAAS IA 同埋 PAAS 嘅市场份额咧百分之十点三嘅，排行第三，仅次于阿里云嘅百分之三十一点九，同埋华为云嘅百分之十二点一。二零二二年底，中电信累计 IDC 机架数就系五十一万三千架，系三大电信商当中最高噶。 中电信近日咧正式发布自家 ChatGPT 产品 Tally Chat 嘅大模型，支援输出代码、演讲稿等等嘅产品咧涵盖 AI 算法、平台、应用、硬件同埋大模型等，并且已经喺多个行业咧实现商业化，系率先具备商业化实力嘅企业之一。股价走势上啦，中电信近日突破五月延伸以嚟嘅下降位，并且有大成交配合嘅走势转强，可以喺三个八附近吸纳嘅。 以五月份嘅高位，即系大约五蚊咧，作为目标参考，跌穿三个六咧，就适宜减持。